哎呀，蔡思敏捷真是一种罪过，我居然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。啊，你别再转了行不行？我都快吐了。侯爷，我已经急不可待了，地球上的派对一定非常有趣，光是想想我都很兴奋呐。都是你害的，我只是说开个派对，谁让你自作主张邀请大家来我家的？你这是推我入火坑啊。哎呀，原来你不是认真的，我以为你提出开派对就是要请大家来你家玩的。哼，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地球人呢。你以为开派对简单啊？要装饰场地，接来送往，还要准备吃喝玩乐一条龙，我想想我都要窒息了。别担心，这些都包在我身上，我们星球经常开派对的，小事一桩啦。你确定？100%确定。好嘞，那就看你的了，我先睡了。开门一定有惊喜，活动一定有新意，美食一定不能少。小 Q， 你看上去好好吃啊。今天就让大家见证一下我完美的派对计划。呼叫朱志摩，呼叫朱志摩，今天你来负责接送大家。收到收到，钢铁侠已上路，一会儿见。这不是那个猪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的个妈呀，居然是真的呀，可怕的外星巨人和外星爱人。走吧，太棒了。没错，下次带你们去。我想去了。哟，太好了。欢迎光临。怎么样，布置的不错吧？大家都别愣着，快入座吧。各位来宾，现在我宣布，今天的派对正式开始。派对的第一项活动，所有人一起跳派对欢迎舞。小 Q，Music。看起来大家喜欢安静的活动，那么接下来的游戏一定让各位激动万分，那就是大家一起来读书。这是最适合聪明人阅读的光合作用测量数据处理的统计理论和方法，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别着急别着急，念完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写读后感哦。涛涛，你真的是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棒？丢光了我们星球的脸。家里有瓜子吗？老师，没有瓜子啊。怎么可能？什么？没有瓜子你开什么派对？请大家把书翻到250页，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三小节，注意体会。
干液或群体的近光合速率或呼吸速率、蒸腾速率、气孔打气、包间二氧化碳浓度、光合有效辐射等通过以下装置进行测量。瓜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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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瓜子。不好意思啊，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呢。那我再坐会儿。有人来了，我去开门。我去。哎，莎莎，赶快进来呀，这还给你留了个位子。莎莎，你这件衣服真漂亮，都没见你穿过。啊，谢谢。嗨，你好啊。对了，莎莎，你们家的糖炒栗子有没有带来？结束呢。瓜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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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到好处的火候，加上坚硬外壳的包裹，完全锁住了栗子的香气和温度，果肉甘甜而软糯，不温不火，简直就是人间至味。唐俊老师，唐家呀，简直是我裘家铁力的之一。裘莎莎，我不能白吃你的栗子。作为回报，我决定。收你做我的开山关门真传弟子。莎莎，为师现在就送你个神器，万能解。拿去。唐明老师，这么危险的东西交给小孩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？慢着，我还要赐你一个新名字，叫什么好呢？你就叫沙泥吧，我们泥氏一族的名字都要有泥。还不快叫师傅？哎呦，唐尼今天好大方哦，以后可别反悔哦。哼，以为人人都像你啊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来给你解释一下。唐尼老师来自哈尼星，那里有一个历史悠久、无上尊贵的泥之一族，擅长机械、建筑和土木，能改装和组装各种精密器械。你手上的万能解是星系级的神器，数量稀少，十分罕见。哇！那卡门老师什么来历啊？你们记住，这位胖老师就是个饮水机。没文化，我喝的是饮料。关于卡门老师，你们不需要知道太多了。他只是穿梭在星际间，孜孜不倦地寻找着各种饮料的人。对了，我们的书还没有读完呢。塔塔，再不开饭我就要低血糖了。58、59、11:30，我宣布
幸运派对第三项，吃饭。欢迎大家享受丰盛美味的午餐。午餐。十八，十九，十一点三十，我宣布进入派对第三项，吃饭。欢迎大家享受丰盛美味的午餐。午餐。看上去不错嘛。大家不用客气，尽情享用吧。哎，快点，快打开墙上，这美味可以让人忘却一切烦恼。要不要这么夸张？管他呢，我快饿死了。怎么样？没骗你吧？好吃到想哭。想要吃啊。塔塔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自己一定也吃过吧？当然了，醋盐薯片可是我的最爱啊！简直太野蛮了，没想到你已经堕落到吃东西这个地步了。这，塔塔，这酸臭的抹布味，你怎么能咽得下去啊？还有别吃的吗？这些薯片就是午餐啊。不如。我来做东西给大家吃吧，还有我们一起做。好啊，好啊。今天可以好好露一手了。首先来个经典名菜，番茄炒蛋。对了，菲娜，你再切点香菇，我做个青菜炒香菇。好呀，不过好像缺点肉哎。对呀。他们男生喜欢吃肉，我再炸炸。太好了，刚好做个烤鸡腿。烤鸡腿？怎么烤啊？嘿嘿，认输吧。再来一局。再来你还是输啊，这可不是光凭蛮力就能玩的游戏。你什么意思？维系这个世界可不是单靠武力，纯粹的理论那也只是空话而已。小聪明已经玩够了，让我们来比试一下力量。有意思哦，打算怎么比？掰手腕。
从没觉得方便面有那么好吃。再来一碗。不好意思，只有这些了。当时所有的特工都已经倒在地上了，我就这样冲了过去，飞身跃起，砰的一拳打在了马卡龙星人的膝盖上。M007，宁静海事件有新线索，请尽快归队。明白，公务在身，我就要先走一步了。是外星人的基地。菲娜，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怎么了？是啊，菲娜，为什么突然不开心呢？只是很羡慕侯爷有这么温暖的家。你也一样啊，你爸爸不是一直陪在你身边吗？才不是呢，其实我才来中国不久，十岁前我和妈妈在美国，从小我都没有怎么见过我爸爸，他总是在忙工作，我觉得他好像不太喜欢我。别难过，菲娜，你还有我们呢。是啊，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。谢谢你们。你以后可以随时来我家玩。真的吗？又在干坏事？尤拉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哪有？没有，你心虚什么？我有事和你说，去飞船里讲吧。是不是你飞船型号太老，不好意思让我进去看？笑话，你想进来就进来吧。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他。没想到林居然给你分配了这样的设备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真的是太陈旧了。怎么可能，我们的飞船型号不是一样的吗？谁告诉你的？尤拉，你有什么事？赶快说吧。我记得你是被派去小 Q 所在的最低危险等级星球，现在为什么会在地球？我想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就跑来地球写研究报告，结果飞船坏了回不去，因为是私自跑来的，所以也没人知道我在这儿。我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星际探险家，走遍全宇宙。是吗？那你也做完毕业报告就回去吗？先不回去。啊？为什么？你留在地球干嘛？不告诉你。哼，完全没吃饱啊。幸好我自备饮料。我只要有莎莎家的栗子就够了。
小猴子，下次一定要上点心哦。猴月，那我们走了，再见。尤拉，快下来，我们要走了。回头见，大家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